那来乡济公总堂位在桂林梅亭三宝道的边，是当地香火真旺的庙宇。伫庙宇也积极从事在公益服务，为着帮助独居弱势长者，庙方这次也特别甲华山基金会合作，并将济公庙圣诞当日所预备佛火的经验来做专属的捐赠，除了希望关怀弱势长者，嘛呼吁大家会当来抛砖引玉。咱咧向济公总堂香火鼎盛，为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意味着会当来帮助搁较侪弱势长辈。庙方即摆是特别将济公庙圣诞所预备佛火所有金额来转送捐赠给华山基金会，办理那个献供佛花义卖的活动，哦啊，将义卖所得哈捐给我们那个华山基金会林内分站，林内天使站，啊，让他们在今年度可以，在地服务的经费，可以关怀我们现在。在我们林内比较一些弱势的长辈，真正是足甘心的啊！希望讲吼，咱大家哦，不是只有林内会当安尼来做，咱的二十个乡镇市吼，咱大家都会当把我们的善心化为实际的行动。婚姻关人口外流严重，这座乡镇的老人比例已经是越来越高。因为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因此正需要有各大社团做来帮忙关怀弱势长者。而其中，华山基金会伫婚姻也为1400位长辈来免费提供各种的救助服务。那目前呢，在我们云林有照顾1400多位的长者，那我们都是以道宅服务为主，我们会提供物资，那在不定期的去探访他们的身体状况及需求，那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那一切都是免费的道宅服务，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的加入爱老人这个行列。那除了义工之外呢，我们不管在人事物上面都很需要大家的帮忙。接触在地资源，照顾本土长辈，一直是华山基金会的理念。所以，因为这几冬受到疫情的影响，和各界善款捐赠来大大减少。不过，基金会依然是感谢大家的帮忙，会当在上困难的时阵到顶来响应。记者江怡昌报道。